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影特派员丽颖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看的推理片哦，叫做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llow me to it appears that our bad luck has worsened. That is, a passenger has died on the train. He was murdered. Good God, murder here? Alas, madame. God rest his soul.As we are snowbound, I have elected to take the case and find for my friend, Monsieur Book, the criminal. And why you? My name is Hercule Poirot, and I am probably the greatest detective in the world. I will speak to all of you in time. For the moment, I must recommend that you remain in your compartments with the doors locked. I feel like a prisoner here. It is for your own safety. If there was a murder, then there was a murderer.The murderer is with us, on the train, now. 在这首歌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关于时间的音乐，因为其实呢，在侦探呢要去破案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时间非常的紧迫，那他也很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够破解这次的谜团，因为其实这次的杀人案件实在是太完美了。连杀人的场景也设计得非常的完善，完全呢找不到一丝犯人的蛛丝马迹，所以他非常苦恼。当然呢，我要用这个音乐来表现他非常苦恼的心情。
觉得这段音乐呢是让人家有 A 小调的感觉，然后这个音乐其实用右手的感觉去做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，然后在左手的地方呢，我都会搭配了我自己想要的旋律跟主音去做搭配，然后再跟右手去做一点点的呼应。其实呢，最重要就是表达侦探呢他内心之中的挣扎，但是其实他也有他自己抒发的方式，比如说他会看小说，他会呢去看他自己心爱女人的照片。我觉得这些地方呢，让我最佩服的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冷静的人。虽然呢，在中间呢，我把前有些音乐呢加一点点，就是很悲亢的音乐的感觉进去，像是这样子。他就觉得说是在问苍天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我才会破案呢？这是一个疑问句，然后后来呢就会上天可能就会回答他。其实呢，你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侦探，这样诸如此类的。然后这边呢，他的时间又所剩不多了，所以呢，这感觉是很像是时间的泪珠。地方就用比较高音的地方，后面呢就回到低音的地方，原因是因为呢他从很难过的地方，然后慢慢再转回原本的心情，然后保持到原本的平静的心情这样子，然后用他的智慧去解决一切的问题。